你好，记者。阿姨，我，娘。啊，你好，你报警吗？我想问你个问题，你觉得我该怎么办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那你和我说说吧，我给你出个主意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哦。哦。哎，兄弟，我听你那边风挺大的，今天天也挺冷的。你大体说一说，你是在哪儿啊？楼顶。你在楼顶？你在哪个楼的楼顶啊？我是应该从这儿跳下去，还是自己一个？你当然应该是好好说说，想好，哎，你和我聊一聊，都说好吧，别着急。我是从这里跳上去。那肯定不行，那样你父母多伤心啊。你放心，我们已经和你的父母说了，就是不批评你了，也不骂你了，也不打了，这是方法不对。他现在得先下来呀，是吧？你冷不冷？你不冷吗？出来！是不是有人去救你了？你把我回来。听话啊，小孩，听话。一会儿困难可不要弄，老跟叔叔说啊。你直接上别墅，我去上别墅，再睡着啊。别去，没事的，你啊，就过去。和咱警察说，和咱警察叔叔说，行吧？过去啊，上俺铁，我来给你帮你。啊，都过去了啊！不是，别急，不是，我问你，居然我打谁了？咱想不开。喂，你把他救下来了？救下来了是吧？嗯，好了。